才呢我已经开完那个 Don KLCC 的那个 project 了，然后现在呢我就来哈塞那边考察一下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啦，我的身后呢就是 KLCC 了，然后这一座呢就是 Barbic Bank Tower， 然后它现在的塞哈，它其实是一个 car park 厂来的，之后呢就会把它摇身一变成为 Don KLCC 了。大门呢是向着 KLCC 的，所以面向大门的呢都是可以看到 KLCC 的 view， 如果面向后面的话呢就是看这一个 Saloma Link Bridge， 也是很美的一个 view 来的。所以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从这边走去 KLCC 有多远。计时开始。这一个呢就是那个 Barbic Bank Tower 哦，哇真的是好热啊今天的天气。KLCC 就在前面而已哦，现在才过了一分钟而已，然后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地面，其实是蛮好走的，就对行人很友好哦。哎，然后隔壁还有一些咖啡那一些，哇，还不到两分钟就已经靠近 KLCC 的楼下了，哇，好美。你看只需要两分多钟就可以到 KLCC 了哦。这个 project 呢距离 KLCC 呢只是380米而已， Fully furnished freehold， 价格只是从700千起而已，然后那些优惠配套呢就请你们 PM 才可以告诉你们了。这一个地区普通的 studio unit 呢都需要100万以上的，但是这一个项目只需要700千起而已，非常适合投资。如果对这一个项目有兴趣的朋友呢就赶快 PM 了解详情了哦。好了，这一期我们就说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谢谢观看，记得关注我哦。